武德殿，日治时期所打造的建筑。在过去的时空里，这里是军国主义下的产物，专门修炼柔道与剑道的地方，提供警察与青年子弟活动的武道场。大西的武德殿保留了历史的痕迹，木质结构的屋顶，洗石子砌成的墙面，浅灰色的外表下蕴藏着庄严肃穆的气质。就这么静静地观看着，从正面，从侧边，或站或蹲，欣赏武德殿的姿态，与他来场无声的对谈。